太强了吧！哇哇，你在洗脸哦？太夸张了！慢慢吃，慢慢吃。等我一下，妈妈，我可以再吃一碗吗？来了，过来。哦。我要再吃一碗了。好，那拿给妈妈装。妈妈，我要再吃一碗。很想再吃一碗。真的吗？嗯。那你怎么可以吃这么多碗？因为你今天很饿了。嗯，我每天都很饿，要饱饱的。那等一下吃饱饱要跟我去睡觉了。嗯。哇，又是一碗满满的面耶。嗯，这么一大碗面耶，我也很想吃。那我分你吃。嗯，妈妈再给我煮水饺了。嗯。老板，煮水饺啊！老板，煮水饺了。妈妈要再煮。啊，这个太好吃了。哇！太好吃喽！阿娘喂，吃了三碗面面的。乖乖，你要乖乖学依依一样，哈、哦，自己吃面面，吃三碗。妈妈叫的好开心。哦。还要吃五碗。对呀、啊，吃很多碗。还吃六碗。啊，乖乖都吃很慢。嗯。他都吃一碗而已，很少，所以太瘦了。让我吃很多很多。所以你要长高哈、哦。嗯。吃很多才能长高啊。要大口吃，是，是啊。